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里 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。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。下一集 0.1.02 分直播 ,1.02 分弹幕高清超清 ,720p,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 1.0x, 1.25x, 5x, 2.0x,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。广告。广告。林德洛夫后场回传失误，阿里上抢杀入禁区射门被德赫亚扑出 50%、75%、100%。VDK0027KL7022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年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69C75E37678C9971E7B2C2FVF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8日10:05:04播放流水 AB775-89A50CC4C5035DB672CA0773701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。林德洛夫后场回传失误，阿里上抢杀入禁区射门被德赫亚扑出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0027a.vid.eoar.pus.h.v.q0027kl7022img.htp.news.gtimg.com.news.ls0502470438420408000 Date 视频。林德洛夫后场回传失误，阿里上抢杀入禁区射门被德赫亚扑出，时长约1分2秒。腾讯体育8月28日讯，今天凌晨的英超赛场，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遭遇滑铁卢，0-3的比分不敌热刺。在天空体育担任评论员的卡拉格指出，林德洛夫有些能力不足，曼联还得花费2亿英镑引援才行。曼联防线遭到口诛笔伐，曼联对阵热刺的比赛里，其实林德洛夫没有首发出场，在第58分钟瑞典后卫替换因伤下场的琼斯出场。不过出场后林德洛夫的失误非常多，其中就包括第65分钟他因为一次回传出现失误，导致阿里抢断后威胁到了德赫亚把守的大门。多亏西班牙人表现神勇，否则林德洛夫的失误会转化为进球。在谈到林德洛夫的表现时，卡拉格有些无语地说，我真的不能批评林德洛夫，因为他真的能力不足，以至于我都开始为他感到遗憾了。卡拉格表扬了曼联将士的斗志，但是也提出了担心。我们所看到的是今晚的曼联依然在战斗，但是同时这一点也让人担心，因为即便你在比赛里拥有斗志，你仍然0-3输球。因为今夏的引援工作，穆里尼奥和伍德沃德有着矛盾。对此卡拉格表示，曼联球员们的实力严重不足，如果你在球队身上花了4亿，那么怎么可能0-3输球呢？现在的曼联看上去还需要花钱，需要2亿英镑才可以。英超的夏季转会窗口，伍德沃德给曼联带来了弗雷德、达洛特和里格兰特三名新援，但是穆帅要求的中后卫强援却一直没有到位。穆帅曾经渴望引进马奎尔、戈丁、博埃滕等人，但是曼联高层没有帮助穆帅达成心愿。Brooke